手点的很烦，你知道吧？再把狼开好了，这铁狼可以抓他，不然打狼待会儿要被他恶心。你们就为什么就觉得人家说话就是一定是针对我们的呢？啊，被害妄想症是吧？他不可能是他不能是跟中单讲这个 AD 讲嘛，甚至跟辅助讲嘛？瑞文上把超鬼了，那他看来他是跟他讲的、啊、有些人还教我常规shift的切换呢，我会跟你们说强制切换肯定就是普通切不了才会强制切了。时光就要开始了，要么要回了，看这个铁男溜不溜。假装去中了，其实转上知道吧，来一杯吧。其实我们刚才被视野照到了。我来了我来了，你不抓这个铁男待会你没有优势，你打不过他的。不往这边走，没闪过去。看他踢不踢，踢的话可以再抓他一波。这个墙是容易撞墙的，正常的，能理解啊。这铁男直接走到线上去吗？太稳健了吧！这个墙一定得差一点都不行，一定要得贴墙才能再闪，知道吧？差一点点都不可以，差一点点必撞墙。这个墙老上当都不会撞。放你个五香臭屁，这职业比赛里面这个墙都不知道撞了多少个职业选手了。这个墙应该是撞的最多的地方，我跟你们讲。世界比赛里面都不知道多少个职业选手撞了这过了。这螳螂在上，可以把龙给纳了。
不好杀的小人，这六级的话有机会试一下。你们不要用四 M 就行了，换个路线，调个清晰度。是时候点评酒桶了。哇！我想来个帅的呢，妈的，这波走了。这 AD 竟然他不溜，走了走了。这个中路烂掉了，六级蓝刀，都时间到了。坦狼去上小人来我野区是最骚的，这样子很烦。铁男要去了，小人二空，往右边来。螳螂待会儿要过来，时间到了。站一起就好了。打螳螂不用慌，站一起他伤害就很低了。打得有点慢，怕他出来直接往我们这边走了。非得踩我一下，螳螂应该在旁边的，那没有。来呀，小兵，一压起身 Q 炸一下，来口酒 ，A 一下，一个 R 再见，
大叔过来了，我以为女警来了，这女警也没拦你这么装。是时候来可以吃个一血塔，对面终于也死了。这大叔不走的话，可以直接秒他的。飞得有点快啊，这绿纹嗖的一下就过去了。我不是很想跟他打，他那要来。这龙暂时先放弃了，抓女警。他们不打龙的这些屌包，试一下，无命休矣。这个兵升个级，再 A 一个。把他飞一下，这飞得太近了，电浆炮车差一点点，千魔一刀下去他死了。W 捆住树人，在一个三段 Q 暴击，但是伤害不够啊，这剑魔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原来是没买黑切啊，不过好像他 CD 挺快的，追不上了，进塔了。先来一个戒指，再来一个秒表。这个盾弓救了他一命，你们有刷新的时间不会刷要线路吧，一直在那边刷搞不懂，绝大多数的问题刷新就能解决了，实在不行就换个直播间。螳螂怎么移速这么快啊，五速还。小幽灵过来了。你在跟我赌什么啊，多学一技艺。呀，真肉。醉酒狂暴。前的最后一杯，卡的不是你们，是这个世界。
试一下。一压起身，压起身是最无敌的，什么闪现中亚全都没用。我们再拉一个吧，这把土龙魂可以。我虽然我们没惩戒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的伤害比惩戒高多了，打打打，不用怕的。看到没有，小小贪婪，可笑可笑啊。卡他怎么老帮我们刷野？他是差钱吗？差钱你跟我说呀！早知道我这个就让给他了，他不讲，他不说我怎么知道他差钱呢？他应该是差钱的这个人。我说他为什么一直帮我刷野呢？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我想秒这个铁男得来个几合桶，先别急。你是真敢啊，茂凯，回来！女警呢？女警呢？我这个伤害能杀女警，去左边，顶一下 ，A 一下。这普攻是 miss 了吗？啊？我刚才还 Q 特意充能了一下，我知道他有盾弓在，我怕他炸不死他，你知道吧？这剑魔要帮我打红吗？这队友怎么一个都这么客气呢？是吧？感觉挺有爱的，有点和睦。哎呀，我好怀念以前那个鬼叔。有穿透，有重伤，好用的很。现在你想要穿透重伤，就得出两件，很烦。过来，过来，拉怪，拉怪，拉怪。先别急，等兵线走，还有三秒他出来，来可以动手。队友拿了。小小螳螂吃一下我，我的技能马上好了，来一口白干酒，你再追，炸开，对，没眼，这女警挺小心的，刚才不能直接秒铁男，秒铁男女警可以点我们，刚才最好先杀女警，退而求其次就是。把铁男秒了，再把女警炸开，这样女警就点不到我们了。两件套，我想一下，这把要不要来个中亚？先来个法杖棒吧。花瓶是怎么回事？赶紧去看一下眼科，快点！你这个撸多了，眼花了，知道吧？你看这屏幕上面，我的鼠标现在放在哪？放在下。你看错了，它在上，知道吧？
惨了，要过来刷野了，可以蹲一下他。过来给你看个宝贝。他在干嘛？他不走的吗？这么多人说肯定都肯定有问题的呀，但是他很多人没有问题啊。你说了我又给你解决不了，你我都跟你讲换个线路了，所以你一直在那边刷的干嘛的？你说了又没有用，知道吧？这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我们首先用个排除法，我的问题，斗鱼的问题，你的问题。那用个排除法排除主播的问题，那么问题啊就剩下你的问题跟斗鱼的问题了。如果是斗鱼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再刷下线路，如果刷下线路没有用的话，我们建议换一部手机好吗？